你好，张老，那个我想问您几个问题，这次画展是您个人画展是吗？是您的个人画展？对。您办这个个人画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那么有一次学习交流提高的机会。学习交流提高的机会。另外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书画艺术特有的魅力。您对伯明翰有啥感受？就刚来伯明翰有什么感觉？伯明翰我觉得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。你觉得挺漂亮？很漂亮。印象非常好。印象很好。能够在伯明翰展出我的作品，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是吗？那您现在目前就是除了在伯明翰办过展览，还在哪些地方办过展览？没有，就是说在国外没有，就是这头一家。在国内，就是参加一些展览，参加一些不同层次的展览。就是说在国外是头一次，是吧？在国外是头一次。那您就是也挺高兴。高兴，特别高兴。特别高兴。